为鼓励民众走进市场，新北市政府市场处特别结合27座市场共同举办联合促销活动，消费者满百即可参加摸奖，最大奖是东京双人来回机票，还有机会兑换限量发行的新北好事卡。瑞芳第二市场提供加码好礼，让民众好事加倍，乐享好事优惠。瑞芳第二市场刚获得市场辅导竞赛星级组优胜奖，明亮整洁的环境深受民众喜爱，多元的美食更是让饕客赞不绝口。即日起更是配合市府好事节，只要消费满百元就能参加抽奖。有有有，哎，我觉得很好，哎，这样会带动，哎哎，对对对对，因为这市场里面很多东西都做得很好吃。为这个九月初开始吼，啊，因为阮有一场公办的这个促销活动，联合促销活动，啊，这个用意就是要推销咱各个市场的这个生意。所以这个促销活动，这个九月初到这个九月底吼，这个期间，你若有消费100块，哦，阿姨就送咱一张吼摸彩券。另外，在9月3号到9月10号，只要拿3张摸彩券到指定市场，就可以换今年度市场绘画比赛优秀奖为设计主题限量发行的新北好事卡。持有新北好事卡到特定市场消费，就能获得精美小礼物或是特别优惠。哎，我觉得因为我每次来都必定来这里吃，哎，因为它这个很有地方特色，口味很好。哎，来的时候一定要吃什么？哎，我吃的第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米苔吧。哦，它很有那个，还有那个吉姑啊，很有道地，因为我是基隆人，所以我就很怀念以前的味道。本身阮置办的，就是为这个9月18，哦，啊，到这个9月27，阮本身市场为着要回馈这个消费者，所以家己来募款，摊贩大家出钱出力吼，要办一个阮的置办的这个回馈大赠送，内底上大的奖品有液晶电视42寸的，甲着冰箱，甲着大大小小的这个奖品足济，啊，希望吼各位这个消费者哦，啊来甲阮这个市场吼行行，也甲阮消费，顺便试看大家运气好也歹，大家听讲摸一寡大奖安尼。这次会长林文贵说，为让民众好事加倍，瑞芳第二市场更推出加码活动，9月18日起不限消费金额就可以兑换摸彩券，最大奖为42寸液晶电视，让民众一次购物享受多重优惠活动，相当超值。谢纯威瑞芳采访报道。